这都说说，高考想要选什么专业呀？酒店管理最好是五星级酒店。服务员有什么可学的？老师，我想学土木工程。你砌的每一块砖组成了别人壁咚的墙。想当白衣天使学护理，天天看书做实验，工作了还给别人短视短牛。老师，高校你想学什么？能开挖掘机的计算机专业啊？将来要么当网管，要么修电脑。你去给我当个 QQ 号过来。这道题啊，我特意安排在家庭作业里，高考必考。你们竟然有一位同学没做。杜老师，这一看就是一道送命题呀、啊！我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，永远都做不来这些有心机的数学题。回家了，我不写作业心里难受，一写作业我就头痛，痛得我嗷嗷嗷嗷叫啊！我的头快炸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要是我能穿越，我要把阿基米德的洗澡水换成浓硫酸，在牛顿家门口种棵榴莲，把欧姆的实验用电换成高压电。杜老师啊，不怪我没写作业，要怪就怪数学课代表长得太丑了，老师我就不说你了，每次骗我们讲完这道题就下课，这道题必考，体育老师有事儿，我们怪你了吗？怪你了吗？可你倒好，我们一道题没做就要叫家长。别吵吵，我偏要吵，看完片子裤子都笑掉了，你竟然还不微信 QQ 搜索一风之音，关注一风之音公众号，我的心脏的是哇凉哇凉的啊，我不活了。兄弟，你的作业满了，餐前做两道对牙齿好。不管酸甜苦辣，总有作业，这是高考的香气。王浩雄、宋德基、薛金星、曲一线，可都是行家呀。谁的青春不高考？刷题冲刺要提早。嘿，你的卷子？不是你的卷子。做完了，你的作业也抄好了。高清无码卷子，关心牙齿，更关心你。老师，这道题难道掉牙了？是你智商不够吧，兄弟啊！大叔，先管好你自己的牙齿吧。嗯，餐后做些题，对牙齿好。我知道，两道一起才最好。今年过节不送礼呀，送礼就送高考题。